哦，你講開呢一個咧，我唔知咧。係，你我諗翻以前搭飛機咧，英國啊航空嗰啲人咧。零舍老嘅喎，真係嗰啲空中小姐啊！我就冇乜理嗰啲空中服務員，因為我一上到去咧，我就要問佢攞酒飲啊。係啊，跟住啊，跟住睇睇戲咯。係睇戲咯。英國嗰啲空姐即係零舍係上年紀嘅，佢哋係中意嗰種嘅喎，即係明白。係啊，先生啊，要乜嘢啊？因為係殷勤啲同埋經驗啫，嗬。係啦，同埋英國人嗰啲樣咧比較係即係嗰啲叫咩啊？好善良啊，哦、好似你媽咪嗰啲，即係隔離屋啲老太太咁樣嗰啲嘅，好温馨嗰啲嘅。你飲咩啊？coffee or tea 啊，多謝多謝。但香港嗰啲咧，香港嗰啲咧就係後生啊，但係鞋口鞋面咧，港女樣噶嘛。香港就係普遍。咁我想問問佢攞酒咧，咁佢會唔會唔俾噶？即係唔會唔會嘅，通常都俾嘅，都唔會唔俾嘅，除非你攞好多咯。即係有冇感覺？喂，咁我正常飲啊嘛，即係我唔係飲完。兩分鐘又舉手啊嘛，咁我攞完嗰 round， 嗰 round 係講緊係半個鐘頭定一個鐘頭，係咪先？同埋佢哋俾好少嘅啫嘛，少嘅啫嘛，嗰支咁嘅嘢一啖就飲完啦，係啊，左手飲完咁啊，右手飲一支啦，係啊。喂，如果同隔離嗰個差妹咧，啊、喂，你同我整兩單嚟，我啱啱同 Andrew 一齊坐長途機啊，佢唔會俾咁多你嘅嗰啲，唔得你死啊！真喂，好啦，嗱，講一單，喂，琴日你都好似講咗少少。系嘛？关于奥地利有间妓院，咁啊出个奇招，系啦，咁就话咧，如果你接喺店内接种疫苗咧，之后咧就送呢个30分钟免费服务，哦，倾偈咯，嗱佢言语治疗啊，咁呢个服务咧大家都明噶啦，咁啊相信就唔系普通倾偈啊，成啊各样嘅，咁好似话咧，即系英国呢个天空新闻报道啊，咁呢间妓院就推出喺打疫苗嗰度接种，咁啊同时咧就会帮送一啲顾客俾嗰啲括弧性服務啦嚇，咁啊當中亦都包括一啲性愛桑拿嘅。亂嚟先，係啦。咁我想講咧，其實除咗依個咧，其實之前咧都有啲已經出咗招噶啦，已經係啦。之前嗰啲送40分鐘咁樣啦。唔係，嗱喺五月份咧，呢、這個美國咧有間呢個拉斯維加斯有一個色情行業嘅大亨啊。咁我唔知佢什麼嘅牌頭啦。大亨啊，叫做。如果係咯，何嘅大亨啊？如果你調翻落香港套翻入去咁用，即係類似可能大富豪集團。咁我唔知啊，亂噏啦嚇，又或者乜乜集團咁啦，係啦，咁佢一系列好多喺脱衣舞場啊，喺曬嗰度啦，咁啊大家五光十色噶，我真係咁鄧阿仔，如果我能夠去一次美國拉斯維加斯，咁我就死而無憾啦，都要見識下嘅，係啦，疫情過咗一齊去咯，真係啊，我睇電視就有啫，帶你好賭城，不過我都想去見識下嘅，講真，係，如果係拉斯維加斯嗰啲賭場咧，嗰啲入即係嗰啲叫做門檻係咪高啲咧？應該係嘛，即係可能你坐底都喂唔通你幾廿蚊一鋪咩，大佬，真係得唔得個最低唔知幾多啊，真係，大佬起碼幾千蚊一鋪啦，係嘛，幾千蚊一鋪啊，哇，我點買啊，大佬，買個大細啫啦。系啊，先生唔好意思，我哋呢度 minimum batch 咧要10,000蚊噶，系啊，打得起10,000蚊，系啊，攞去喂，咁我真系唔知，如果美國自己有啊，咁如果知道嗰個最低投注額係幾多，咁啊留個言啦。一定會貴啲嘅，我唔相信係。即係例如話，我以前喺我嗰區Nottingham 啦，嗰區啲賭場就好平嘅啫，即係例如話當啦，大家玩呢個 blackjack 咁先算啦，最低都係£3一鋪，最細嗰啲台係£3，但係如果你出倫敦嗰啲台咧。最細都可能要£10噶啦，係啊，咁跟住就再高啲可以再高啦，咁樣咯。即係如果你講話美國，你哋想去拉斯維加斯嗰度見識啊？我唯一嗱，我就未去過美國嘅啦，關都唔計啊，關都唔計啊。即係美國本土咧，唯一一個吸引我嘅咧。因為其實美國對我嚟講係唔係太吸引嘅，梗係啦，佢邪惡大帝國係咪先？我寧願去歐洲多過去美國，但係美國有一樣嘢咧，我真係好想去見識嘅，就係上佢嗰啲航空母艦。哦，即係啲海軍博物館，即係想見識一下佢嗰隻航空母艦，因為我對戰船係好有興趣。97前或者97後幾年咧，都有一啲外國航空母艦訪港，係啊，都有開放嘅，但係次級咯，但係上唔到去，我係啦，冇名冇姓，冇名冇姓就上唔到啦。咁啊，兼隔而家嗰個關係更加咩啦，比較難零咁滯啦，即係嚟參觀俾人開放。以前係有得睇咯，嗰啲真啱啊！你講得冇話咩啊，冇話摸啲飛機大炮啊，企喺甲板度都哇～
嗰只阿馬已經哇哇聲啦，已經。因為你話戰機嗰啲咁睇過啦，咁係潛艇我入過去，咁係航空母艦咧，真係未。火箭咧，火箭都見過。我成日想企喺嗰個升降台嗰度，睇下降翻你個飛機嗰下咧。好啦，咁樣講，我哋兜翻翻嚟啊。呢個拉斯維加斯其實喺嗰陣時咧，已經幾個月之前啦，已經有一間嗰啲脱衣舞場，佢就知道，咦？帮翻当地嘅政府增加一下呢个打针啦，谷下针啦，系嘛？兼夹，咦？因为疫情又好似冇人够胆嚟咁喎。哦，系。咁啊，于是啲噱头嘢，系啦，噱头嘢，佢揾一班支援嘅护理师同埋嗰啲医护人员喺度打针啊，帮你拍针。哇！拍呢个疫情针，全部戴 bra 噶打针嗰啲护士系嘛？唔系，谷针啊，谷针。冇，谂多咗，谂多咗。佢分开嘅，分开嘅，就咁斋打针啫，咁样 OK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佢最大特点就系希望可以吸引到大家打完針之後咧，有嘢送啊嚇，係啦，送大家喺度跳下呢個 table dance 啊，即係睇免費參觀啦，係啦，同啲脱衣嘅舞娘影下相啦，即係呢啲就係視覺藝術啦，係啦 ，Empress 要搞呢啲啦，係咪先 ？Empress 搞啲當代視覺藝術啊嘛，係睇雕塑啊，真係係啦，咁你咪見到人哋嗰啲冇錯淫業啊，或者嗰啲叫做色情嗰啲大亨啊，喂，嗰叫情色業，人哋都有份社會責任喎。我是做呢啲卖淫嘢，但系政府要我哋帮手嘅时候，我哋唔会 say no。系啊，唔系呢啲去完享受完个服务，个人冇咁暴躁嘅，个人啱，社会和谐跳，好多顺好多啊，系啊，离婚顺好多，离婚少好多，因为个火用第二个方法出咗啊嘛，系啦。嗱，咁佢话依间脱衣嘅俱乐部咧，首第21日，咁啊已经打咗好多人啦，已经成过百人啦，打咗疫苗，打咗哦疫苗，疫苗哦，咁打其他就唔。相信唔止一百，打咗幾萬人啦，幾萬人噶啦，打其他就咁啊！佢咁啊，當地嘅亦都啲政府人員好開心啦，都好高啦，因為提高個接種率啊嘛，係咪？咁啊，亦都佢嗰度呢個網站咧，其他嗰啲俱樂部嗰啲人咧，見到咦，行街度咁出色嘅。亦都希望申請為打埋針嘅打針地點，係啦，希望拉多啲客入去。如果打針嗰個未夠18歲，咁點算？唔會噶啦，咁啊打針夠噶啦，係啦。咁佢又話咧，喂，佢有數嘅喎，你講得啱啊！即係香港嗰啲咩揼桑拿咪三人同行兩人收費嗰啲咧。如果佢打咗針咧，就有張疫卡俾佢，就係當地嘅俱樂部嗰張卡。吸引劑，佢話俾佢同時可以同5個朋友免費入場。哇！5P 啊，同時睇。手口并用啊！呢度啱啊，周鹏同 Andrew 嚟啦，提供免费酒水啊，同脱衣舞娘互相互动，系咪假酒嚟噶？嗰啲你假酒都饮得死啦，劣质酒啊，劣质酒嗰啲，喂，又沟水啊，又泵气啊，唔系咁佢嗰啲咩嘅，即系靠下啲 tips 啊，各样嘅啊，呢个都噱头嘢啦。女士去打针咧，咁有冇服务咧？咁我唔知啦。有冇啲男嘅脱衣舞咁啊？诶，我哋考一冇男啊嘛？消防员阿汤，跟住佢就攞住个水喉出嚟，Come on, yeah! IMC 系咁样，跟住就系咁整佢嗰顶消防员嗰顶帽啊，系咁整嚟整去。咁如果同性爱嘅人去打针咧？哦，咁啊唔知道啊，自己拣咯。咁可能去，我相信去到嗰度有分噶啦，系啦，又咩招呼晒每一个需要噶啦。咁几好啊呢啲。OK， 呢个真系噱头嚟。即系你例如话唔使讲多啊，我之前咧见有啲人喺网上留言啊嘛，佢话嗱，不如咁，我哋下次香港咧。你話要谷針啊嘛，係，我哋再派多次錢嚇，即係唔知係咪播過啦之後，再派錢，派10,000蚊嚇，冇錢派嘅都已經。唉，香港大把錢啦，唔使擔心。你起個博物館都50億啦，周鵬，濕水呢，散紙嚟嘅根本上。係，再派過，然之後咧，嗱，而家兩針已經。old fashion 啦，而家新趨勢係三針啊嘛，仲要溝針喎，新潮流三針，仲要學下袁國勇喎，要打科興喎，打啲冇料到嘅入去喎，我哋咁一針就10,000，兩針20,000，三針咧。派30,000，然之後你三針，你溝埋針嘅話，40,000，揾命搏。嗱咁樣一定大把人去打啦。你睇下就咁呢個色情服務係咪？我同你講，我第一個啊，我打5針添啊，但有問題喎。但使唔使列明啊？如果你有命嘅話，你就攞錢啦。冇命捐俾我。但係個問題，因為最新新聞話咩啊？
新加坡是八成五的人打了針的嘛，哦，但他好像疫症爆創新高嘛，是啊，德國也都爆到九彩，啊嗯，是不是這個，嗯，我們昨天都討論過，嗯，疫苗它不是完美的嘛，嗯，是是，但是例如說你真的想做到谷針，嗯，你真的要，你知道香港的接種率尤其是老人家那方面都不夠高的嘛，是，嗯，是不是，那我們就這樣谷，啊，打針派錢，嗯，一定很多人去打，是，那阿通話那些，喂，打完釘了那些那怎麼辦，啊，哦，不要緊，阿通就整份那些東西，啊，遺囑啊，是啊，平安紙，所有東西交給我家屬，你看看先，是啦，哎，這裡下面邊個名字，啊，什麼有什麼事呢就捐給阿通那裡，阿仔，我床下底還有兩個震彈，是啊，如果我有什麼冬瓜豆腐你拿去跟阿家屬用，啊，但是個問題是當啦，現在真的當政府，啊，用這個由奧地利招數由拉斯維加斯招數真的引入香港了，很成功了，大家谷針了，學袁國勇說齋九成了，嗯嗯，九成了，其實背後我們知道，因為他想通關嘛，啊啊，通關的前提一定要大部分香港人是打了針嘛，啊，是不是，我又提出假設性問題，通了關大部分香港人打了針，嗯，之後爆到好像德國和新加坡咁，爆到九彩，咁香港政府會點樣應對呢？唔理㗎啦，呢啲我哋佢話想谷針啫嘛。但係如果而家唔通關，唔使谷針，但香港已經長時間本土零確診，咁，嗯，究竟你應該開關定唔開關咧？係咪先？你如果開關咧，好明顯咧。打咗針，當九成人打咗針，都會好似德國同埋新加坡咁，有機會啦，有機會係咁樣啦，係咪先？咁應該點處理咧？嚟緊喂，仲要講緊嗰啲瀨咗嘢嗰啲兩成人係中嗰咩 Delta 變種，仲要係打咗三劑喎，有啲係啊，好多係，因為你睇新聞或者聽新聞都知道啦，係啊，即係嗰啲外來輸入個案咧嚇，係啊，好多個都打咗針嘅，其實好多打咗兩針完成曬，但係而家可以肯定嘅就係香港。未完成谷針，好，嗯，少人打咗針，沒錯，但係係本土零確診咗好耐，係，啊，係啦，冇，嗯，錯。咁你點處理？你係咪咁高深嘅問題咧？我就唔去諗咁多，嗯，我就係話咧，如果政府你想谷針，咁，嗯，你咪俾啲真實嘅嚇，即係呢個 Jesso 俾打針嗰啲咯。咁你話至於打曬針之後，啲人會唔會再奶，或者打完針都爆嘅時候，嗱，我唔理啦，我攞完啲 Jesso 就算啦，係咪先？你嗰啲乜鬼嘢劣啊，嗰啲色情啊，派錢那些，啊，我沒想那麼多了，那就很笨實，打針就可能有風險死翹埋，但你是保障不到香港人之餘還要通埋關，還要由零確診變成日日爆幾千個個案，那就大鑊了，真的是有一個最壞的打算就是這樣，是是是不是，是可以是這樣，現在市民都是擔心這件事而已，剛剛雖然你說經濟一定是會好轉，特別一些依賴旅遊的行業的香港市民，是，喂，但是你一開了，喂，學你周鵬說現在是零的，我們是啊，我們零了很久，零了很久，安心的，接近零的，喂，你突然間 open 哇，咁啊，瀨曬嘢，真係人都癲噶，大佬。咁你話嗰啲打完釘 Q 咗嘅，學阿通話齋，唉，我都死而無憾啦。死之前喺拉斯維加斯嗰邊跳翻個，哦，咁搞翻拉斯維加斯，搞翻個，係啊。其實之前咧，好早期嘅，呢個 YouTube channel 黃賭毒，咁我同阿蔡神都講過啦，嗯。有一啲做色情行業嘅姐姐咧，即係網上嗱，唔好講啲網站個名啦嚇，嗯嗯，有一啲網上嘅所謂嘅一流一嘅服務嗰啲咧，哦，嗰啲姐姐仔打完針啊，主動影張針卡出嚟㗎，會㗎會㗎，係啊，同埋話俾人聽，我哋都好安全嘅，嗯，我姐姐嗰已經打咗兩針㗎啦。咁，嗯，另外床單被鋪咧係一次性服務嘅，咩，哦，一次性服務？即係用一次嘅啫，就掉㗎啦，啊，就掉㗎啦。嗰張針卡擺喺個胸口前面啦，啊，係，嗯，啊，喂，你點知真係咁影張相喎？我都估到啦，講笑啫，佢唔係佢擺側邊，咁，哦，樣擺喺度隔離，係啦，啊，本人打咗針遮住曬嘅，係啊，又或者。一起身的时候早晨啦，大家早晨，各位早晨，不知道久不久的 friend 就会 send 这图过来，早晨啊大家，我叫你打了针未啊，那些图啊，其实喂讲真啦，他想即是谷针很简单啫，咪所有打工仔面上额加到去50万咯，啱唔啱先，咁大把人去嗱一声打两针啦，又或者之前我唔记得边个提过，如果你揸车有车牌嘅，但是扣分就扣到10分11分已经边缘啦，嗰度一打两针
自動消減三分，哦、自動消減五分。哦、喂，依啲民生嘢咪個個 yes 特赦啊！而家打針嗰啲全部特赦，係啦，又或者其他嘢有特赦咯。但係都係個問題，一通咗關，嗰啲有曬 Delta 病毒嗰啲人咧入咗嚟，不得了啊！咁你嚟緊點先？係啊，即係你話重症變輕症嘛？如果打咗針，係個輕症輕成點先？輕成點先？你冇你就話重症變輕症，我都唔知佢輕症係點。輕症我都個肺都花曬嘅。哦，本身咧打咧就釘嘅，係啦。而家咧你打完疫苗啊嘛，個肺要切九成，唔使釘。不過你攤咗，攤咗，係啊，跟住個植物人啊，植物人唔使死，唔使死，係咯。咁啊真係人都癲啦。重症變輕症咪咁你。就係講形容詞嚟嘅啫，係啊係啊，冇案例喎。初初都唔係咁講噶嘛，之前都講過，初初係話預防噶嘛。係啊，打一針就有效預防啊嘛。有效預防㗎，好開心㗎，個個都諗住一廂情願打上兩針啊，世界和平㗎。但係又唔係咁啊嘛。同埋點解冇得打以色列嗰只咧？係啊，阿袁國勇話要學以色列啊嘛，咁我哋應該要打以色列嗰只㗎嘛。嗰只打完有咩好嘢啊？唔知啊，或者學外國嗰啲用浸屎嗰啲咯，又係咯，好啦，休息一陣先。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